将门掩上，抓一尾当归入药汤，相思泪絮的心头上，捏儿的手舞在纸上，摇铃时荒凉，半夏新月照千里光，与君一别两苍茫，一郎此去不归期，情动来生再续，如真去望不留心，灯心燃尽不过期，一晚回想独活欢，心藏情君一瞥，大雨淅淅沥沥模糊眼睛，却仍曾经更清晰，为君再奏一曲惊喜何夕，两手难回天注定，大雨淅淅沥沥沾湿回忆，恨别离无药可愈，依然有情而天无阴，白云都散去，生命越叹息，雨泽，我们现在不再受制于北利，你也不再需要完成任务，你自由了，你应该去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跟着七少就是我的生活。我已经不再是你的主子了。那就当作是朋友之间的陪伴吧。你知道我现在未必能保护你。雨泽不需要你的保护。雨泽，我此行十分凶险，你没必要跟着我去冒险。雨泽不怕死，也不怕什么凶险。七少，雨泽无处可去，如果连你也不要雨泽，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雨泽，你一定要这么选择吗？七少放心，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吧。大德呀，太感谢了，亏了你。真是小看了你，去了一趟南疆，不仅没有染上毒瘟疫，还受到百姓的爱戴，臣子的称颂。李泉，奴才在。你在南疆没有留下什么可疑之处吧？回陛下，绝对没有。穆青武将军求见。传，臣参见陛下。起来说话。穆爱卿
这次你去南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功不可没。这都是臣该做的，而且这次多亏了有秦王殿下。朕知道，这次南疆瘟疫之灾，秦王功不可没，朕会好好论功行赏，包括士兵和将士，朕都会好好赏赐。秦武，你说，这次在南疆，哪些官员和将领出力最多？陛下，恐怕是不用了。哦，爱卿的意思是，自瘟疫爆发之后，当地官员大多都是贪生怕死，生怕传染，能躲能藏的避而远之，躲不掉的也都是阳奉阴违。为此秦王殿下很是恼怒，竟敢如此行事。那现在将士们情况如何？南疆将士们半数以上被瘟疫感染，不过好在他们身体强健，现在已无大碍。对了，秦王殿下对将士和百姓一视同仁，大多时候还会优先救治那些性命垂危的百姓。朕知道了，秦武，你好好休息吧，下去吧。是，臣告退。陛下，穆少将军可信吗？穆家历代对我族都是忠心耿耿，是朕最信赖的人。这次朕铤而走险，选择在南疆下毒，除了朕的最终大计之外，就是要试探一下龙飞叶和南疆官员将士的关系。看来他们之间并不密切，这样朕就放心了。可是秦王现在拥有了南疆百姓的民心，陛下，下一步。龙飞叶是你逼朕做的。天辉帝这次不惜百姓的性命做试探，本王一定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唐离，你们那边都准备好了吗？都已准备完毕，就等号令。哥，我是担心天辉帝必定会有所防范，到时候万一我们不能一举拿下皇城，双方展开拉锯战，必定会殃及百姓。现在天辉帝将目光死死地盯在我们身上，那么他对身边的人必定会有所放松。你能考虑得如此周全，我很是欣慰。现在骠骑将军、征南将军、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都已经全部投靠到太子麾下。谁能想到父皇虽然不重用本宫，但是朝中现在的重臣都站在本宫这边，就连吏部和户部两位尚书也没有拒绝本宫送的礼物。恭喜太子。来啊，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谁人不知陛下百年之后整个天宁就是太子的天下，到时还请殿下多多关照我们这帮老臣呐。哎，将军，这是自然。哎，骠骑将军，这话差矣啊！陛下正值壮年，只怕是你百年之后，陛下他呀，到时候还保头未老呢。各位将军，这次本宫不会让你们等太久。殿下，那批秘密武器即将运抵京城，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该行动了。
娘娘，前殿传来消息，近日来秦王暗地里动作越来越多，陛下也在暗中调集军队，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形势危急，战事一触即发。看来天宁真的是要变天了。娘娘，我们是不是要在暗中给他们添把柴呀？没必要，秦王和天辉帝内斗必然是两败俱伤，我们等着看好戏吧。楚大人，秦王殿下现在应该格外繁忙，楚大人怎么有空来我这里？郭太医，秦王殿下有一事相求。如果顾某没有猜错的话，殿下应该是想顾某带小姐离开这里，好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正是，京城即将变天，殿下不希望王妃有任何危险。可惜顾某一直想把殿下的和离书藏好，不巧还是被小姐发现。小姐，顾太医，你来了。小姐还在研究毒术啊？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毒术精湛，可是毒瘟疫事件之后，我才发现是我太自傲了。当时要能早点研制出解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丧命了。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些下毒的人。总之，多学点本事傍身都是好的。小姐。不如过几日我们离开京城可好？离开京城？为什么？你还想回秦王府吗？我跟他已经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离开京城，毕竟这段日子发生了太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继续留在京城也只会徒增烦扰，倒不如趁这个机会我陪小姐出去逛一逛，走一走。可是你是太医，怎么可以长时间离开呢？我这个太医的身份啊，只是为了寻找宗主和夫人所做的掩护，如今我已经寻到小姐了，也没必要留在宫中当差了。也好，说不定出去走走就能把这里都淡忘了。不过我有个要求。小姐请讲。就是这个啊，别老小姐小姐的叫我，我听不习惯。你就叫我云溪，我以后叫你顾大哥。这个好，小姐。云溪小姐。是云溪，不是云溪小姐啊。好。飞叶，你怎么来了？参见母妃。来来来，快坐。你们都下去吧。是是。我儿最近清瘦了不少，在南疆
怕是吃了不少苦吧。南疆的事情还算顺利。这就好，看到你平安回来我就放心了。这次南疆的毒瘟疫被你顺利的解决，现在无论在民间还是朝堂，你的威望应该水涨船高。宫中那对母子没有把你怎么样吧？母妃放心，他们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叶儿，你今天来找母妃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吧？儿臣之前一直听母妃说想出去走走，见见大好河山，之前飞夜一直忙没顾得上，最近我命人在梅海修了一座屋子，正好天气渐热，母妃可以出去散散心避避暑。散心？正是。叶儿，母妃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母妃，这是为何？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开始行动了？母妃，你是我的儿子，你心里想什么，要做什么，我难道会不知道吗？我知道此次行动你已准备了很久，母妃不会阻止你的，可母妃也不能帮你什么。时候你若是输了，母妃陪你一起承担后果，你若是赢了，这天下就再也不是天宁的天下了。母妃，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了。是，自从你回宫没多久，我便怀疑你不是我的儿子。那时我因无能而自责，因丧子而痛苦，对生活充满了绝望，就因为你还在我身边，所以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飞夜，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福报。直到数月前你去寺庙里祭拜，母妃才完全明白。母妃，谢谢你一直将我视如己出，在我心里飞燕也是把母妃当作亲生母亲一样看待的，请母妃原谅我，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是我是，我不管你是谁，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的儿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有推翻天辉暴政之心，如今的天宁或早或晚都是要乱的。你是我的儿子，我对你有信心，我相信把这江山交到你的手上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可是我毕竟是先帝的妃子，我不能愧对先帝，所以我决定以后我就留在这里为你祈祷，为自己赎罪。母妃，
您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太危险了。别说了，莫非心意已决，就不需要再劝了。参见太后。母后，陛下，哀家打探到消息，能替陛下分忧。哦，仪太妃，最近仪太妃一直都在寺庙里诵经，数月来从未踏入秦王府半步，实在是耐人寻味呀。母后不说，朕都把她给忘了。这段时日以来，朕一直派人紧盯着龙飞夜，可是并未发现她有什么举动，让朕很是烦恼。看来这就是突破口。以龙飞夜的性格，倒像是风雨前夕的平静。陛下一定要小心防范。前面就是天玉山了，母妃就在此处静养，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那我们要不要上山去探望一下？算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王妃娘娘，桂嬷嬷，你怎么在这儿？快去救太妃，太妃被人抓走了。那你看见是什么人了吗？他们都蒙着面，就看见他们身上挂着的是宫里的令牌。是宫里的人。仪太妃，很久没见，你还是这般没礼数啊。
太后还不是一样吗？背地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像你这种人只配被世人唾弃。哼，我用怎样的手段那重要吗？最终是我赢了，成王败寇，历史总是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好一个成王败寇，不知道现在洋洋自得的太后是不是每每想起我们秦王府都睡不着觉啊。哦对了，不只是你，恐怕连当今陛下都会因为我们秦王府而每日如鲠在喉，彻夜难眠吧。你找死！你现在还不敢杀我？哦，我倒想知道你哪儿来的信心。因为我是你们最后的筹码。哼，那你就祈祷你这个筹码对我们还有用，万一还没用上就失去了价值，哼，那岂不是太可悲了？我这个筹码有没有用，我自己说了算。好，我倒要看看已经成为我人质的人还能有多大能耐。太医，太后等你很久了，请吧。哥，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暗中掌握了太子在黑市经营的火药库。现在黑市东房的百姓刚刚已经全部撤离，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行动吧。嗯。黑市竟然会有火药？是，臣已调派部下前往黑市调查，一旦遇到可疑之人，立即捉拿。再派重兵严守秦王府，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是。陛下，您是怀疑秦王？
看来就是这里了。你怎么知道母妃会被关在这里？冷宫本就是用来关押后宫犯错女眷的地方，要不不应该有这么多侍卫驻守。母妃又没有犯错，恐怕遭人记恨也是一种错吧。肯定又是那个老妖婆干的。这里有这么多侍卫，我们怎么进去啊？再等等吧。母妃，云溪，跟我走。你怎么在这儿？我听桂嬷嬷说你遭人挟持，我就在顾太医的帮助之下来找你了。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走。不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太后现在还不能拿我怎么样，倒是你，万一被人发现了，岂不是给那对母子又多了一个威胁我儿子的筹码吗？母妃，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我不走，母妃，你快走吧。哥，果然跟你所料的丝毫不差，我们炸了太子的火药库，太子现在已经坐不住了。各位将军，今日一战，我们成败在此一举，还请各位将军鼎力相助。臣等各位太子冲锋陷阵，万死不辞。好，我们现在就出发。是。穆将军求见。启禀陛下，太子率兵突袭皇宫，现已到宣武门外。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太子率兵突袭皇宫，现已到宣武门外。真的是太子吗？启禀陛下，确实是太子。他率兵多少？大约5000士兵，骠骑将军和征南将军也在其列。朕生的是一个什么儿子？臣已派部下和禁卫军前去剿灭。把太子给我抓回来。是。陛下。
也融化了他。云溪，我希望以后你能好好的，一如既往的爱他护他，因为做娘的知道他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独自承受，不愿说出来，可在他的心中他是真的很爱你，也很需要你。无非我恐怕云溪，这是一位母亲最后的托付，希望你能够答应我好吗？那就好，我终于可以放心了。陛下，你要注意龙体啊。陛下，参见太后。母后，陛下，怎么回事？太子怎么会突然袭击皇宫呢？母后，朕也不清楚。朕觉得很奇怪。按理说，太子的个性一向优柔寡断，不到山穷水尽，他绝不会走这步棋。更何况发动这场宫变？难道是有人有意在离间你们父子二人？母后的意思是，龙飞夜，除了他，还会有谁？李泉，今日的黑市火药爆炸，死伤多少人？回禀陛下，好像并无伤亡。这真是龙飞夜做事的风格。这跟太子有什么关联？之前朕也一直想不明白，如果这个龙飞夜的火药真的是来对付朕的，那为什么会突然爆炸？现在朕总算明白了，这个火药如果不是龙飞夜的，就是太子的。龙飞夜暗中引爆火药，让朕误以为他接下来要有大动作，于是调派所有的兵力与他对峙。而这个时候，太子发现朕知道了火药的事会对他不利，于是趁宫中防卫薄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发动突袭，让朕措手不及。可是太子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母后，这个龙飞夜，他可以算计太子，他也可以提前做好部署。朕相信骠骑将军和征南将军应该都是龙飞夜的人。这样看来，表面是太子在发动宫变，实则背后掌控全局的是龙飞夜。是，现在情况还不至于那么坏，最起码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起来起来，别睡觉了。有人来了，你赶紧躲起来。那你呢？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你快躲起来呀。母妃，我们一定要一起走。行行行，我答应你，你快躲起来啊，快去，快点啊。哎，你们两个为什么在这里睡觉？我也不知道。我是奉太后之命来接姨太妃走的。是。姨太妃，请跟我走一趟吧。
让他看清楚我身后的人是谁，你们若敢再擅动半分，你们主子的母妃就性命不保了。父皇，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你拿姨太妃来做筹码，这些人的主子可是我，不是秦王。我看你不是怕皇叔怕到了这种地步吧，你还配做什么皇帝，简直可笑。我看你要不然把城门给我打开，放我进去，禅位于我，好好做你的太上皇可好啊。父皇到现在还是瞧不起我，好，很好。所有弓箭手听令，放箭。我让你们放箭，现在不放更待何时？太子殿下，我们中计了。果然是陆飞燕。